一俗品，点烟心光，回应个体，不挂之音款心曲，茫茫，日出先照，日中转照，日落反照，劫海，色海，性海，智海，杀海，三点原依，解脱万里束缚，得大自在，法界，法相如如，如实觉了，法身，佛之本体，常住不灭，种的世界大海，空间记忆体，五心辟集，停息，日出，日出的方停息，见性之路，日日拢会用的增加利益。启动新的灵，总存茫茫，茫茫的行列总存，五心之欢，天天拢爱创造新的快乐，发觉新的事物，苦心存在的美丽烟花，点亮因堕落梦。就可看见神奇不可思议光的通道，克己复礼，以超高的大智慧对自己的个性做一次彻底的改变，咱定名为莲花中世界的改变，莲花中世界的演绎，如是风铃成就，发华真实上的水好幸福，影响真正快乐的生活。咱面对东海太平洋，应架起一艘永不沉不退风帆，将起大菩提的旗帜，航向伟大不可思议的航道，咱安住在日出仙照的花莲，应比任何人生从望海来觉醒，迎向美丽灿烂光明的神祇，实践发华新生活的标智慧。是圣人对大家拢亲切未亲疏，是菩萨对所有的事物拢见来不见外，是行者看人人拢是咱，并毋是分因甲人，是修道人如上不轻菩萨。将来不分彼此，将来诸佛菩萨说法，该四众弟子合为一。早期的佛南师，称所有的人拢叫菩萨。咱的自慧性若太强，梦内就会出现浩大的用兵；咱的猜疑心若太重，梦内就会出现自我投射的不善影像。